昨天呢，有位朋友在评论区说，他们家的小孩老人特别喜欢吃咱们家的羊角蜜甜瓜，咱们家的甜瓜都是自家种植，不打药不催熟，每一个呢都是又酥又脆又香又甜，果肉金黄金黄的，如果你们还喜欢吃的话，就来一箱尝尝，都是这么好的品质。